几块钱生理盐水的妙用。生理盐水对于晒后镇静皮肤、敏感肌脸颊退红，还有痘肌的日常护理效果非常不错。腰先把手洗干净，二把生理盐水倒在纱布上，等到纱布完全浸湿，拿起来又不滴水的情况，就可以拿起来敷在脸上，15到20分钟左右，期间纱布干了，可以继续加生理盐水，时间不要太久。三敷完之后，一定要再用清水把脸洗干净，不然水分蒸发后，留在脸上的盐反而会吸收掉皮肤的水分。